Thank you.
此前我曾说过，正。你等肉体凡胎，肉身通传。谦虚姐姐，考核就这样完成了。既然已经通过了四位导师的考核，那现在就选择身份吧。记住，游侠只收男子，而巫祝只传女儿身。可别走错，闹了笑话。 烧了我的毁灭之力！